外，今天有巧克力雪糕棒吃，里面还有小玩具呢。姐姐，我也要吃。乔治，不是我不给你，你的牙齿疼，你不能再吃糖了。那我先给你的妈妈打个电话吧，她要是让你吃的话，我就给你一个，好不好？喂，猪妈妈，乔治要吃我的巧克力雪糕棒，我可以给他一个吗？不可以给他，他牙疼。哦，那好吧，拜拜。你看，你的妈妈也说不让你吃，你的牙齿坏了。那我只看着你吃。哇，你看着我吃吧。一个巧克力雪糕棒。哇，那边是一个小玩具哦，一会儿我们拆开看看什么玩具。嗯，真甜，太好吃了。给我留一口嘛。嗯，这回真没了，就剩棍了。哇，打开这个背面，哇，它里面是一个小汽车哎，你看看，黄颜色的小汽车，这是一个小汽车哨子吗？哇，这个好玩哎，那这个可以送给你，你拿回家玩吧。喜欢的记得点关注。姐姐姐姐，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。嗯，是吗？我看看。哇哇，弟弟，这不是雨，这不是雨，这是糖哎，快点吃快点吃。哇，姐姐，我们快回家告诉爸爸妈妈这有糖吃好不好？赶紧走吧，快告诉爸爸妈妈，要不